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继上次介绍了那个漂亮的高尼兹之后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神乐千鹤，好不好？神乐千鹤在哪里啊？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神乐千鹤啊。那他是红属性平衡型的角色啦齁，红属性平衡型的角色。那他的队长技能呢叫做红属性格斗家攻击力增加 60%。三神器格斗家的攻击力增加 40%， 所以呢它本身是红属性又是三神器，所以它就是增加 100% 的攻击力哦，好吧， 100% 的攻击力，这个不错啊齁，这个队长技能很好，对，还蛮不错的，红属性又再加三神器。那15的，等一下我们组合的话当然是以三神器为主啦齁，15的那个格斗家哦，神乐千鹤三神器的这三个草地精啊、八神还有神乐，它都是红属性的，好吧？都是红属性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这个是红属性的哦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红属性的，这也是红属性的，所以它就是红属性，就是这个根本就是为了三神器所设置的一个队长技能啊，对不对？真的不错了齁，这样就可以增加战斗这个攻击力 100% 了齁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看下去了齁，详细能力值累积起来。他平衡型，但是他的攻击力也是蛮高的了齁 ,15000, 防御力 9300, 贯穿率 3300, 哇，跟那个高尼兹差不多。暴击率 10.5, 有增加暴击，但是没有增加暴击伤害率 16.9, 那防守的时候是贯穿率是 276,那防御率是 740。 好，那么看核心啊，那个增加打击攻击伤害量增加 12%, 打击型技能增加 12%, 那 HP 加 6300, 暴击率加 4%, 那获得能量槽 15%, 也以这个偏低的哦，跟高尼兹一样。那增加掌风伤害量 8%, 那加攻击力 840, 神乐流鼓舞术，主动技命中神圣状态的对象时 ,20 秒内除了自己以外的队员的攻击力增加 100%。 啊？我看错吗？主动技命中时神圣状态的对象时，主动技命中神圣状态的对象时 ,20 秒内除了自己以外的队员攻击力增加 100%, 所以自己没有哦。除了自己以外队员攻击力增加 100%, 所以自己没有，然后另外两个队员有 100% 的攻击力提升，除了自己以外嘛。使用掌风技能时 ,12 秒内自己的攻击力增加 500%, 我靠，这个趴数也太高了吧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发动掌风技能，好不好？掌风技能 ,12 秒内提升自己的攻击力 500%。各个主动技命中时，所有主动技冷却时间减少2秒，冷却时间各8秒。哇哦，它还有冷却时间呢，这是什么？主动技命中时，所有主动技冷却时间减少2秒。那等一下可以来玩一下无限畅饮的组合哦。啊，算了，不行，它是那个配合那个。他是配合那个什么三神器啊。那一下我们该试看看哦，按了主动技命中时所有主动技能却时间减少2秒。那一族的使命晕眩恐惧灼伤暗黑神圣免疫。HP30% 以下时 ,5 秒内伤害免疫，冷却时间9秒。HP50% 以下时 ,7 秒内套用吸收伤害的暴击护盾，受到4次伤害时解除，冷却时间12秒。当然看起来是高尼兹比较好了哦。使用掌风技能 ,12 秒内提升攻击力 500%。 那神圣状态的对象，那他的攻击一定带有神圣状态嘛。各种主动技命中时，所有主动技能却时间减少2秒。好。那我们来看缘分啊。
主要格斗家就是这个 SS 的金，还有不知火舞草地金跟我们的八神，那阿修大蛇还有高尼兹都有哦。那我们可以配合那个减少 CD， 减少那个冷却时间的啊，我们可以配上高尼兹嘛，对不对？增加攻击力又增加速度，又可以减少 CD 值一秒，不错，可以用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能哦，212火神速助词天瑞 EX， 战力跟浮空可使用，使用时所有敌人在12秒内每一秒受到攻击 1000% 的神圣伤害，根本那个是趴数根本就瞌睡一样这么高哦。使用时15秒内包含自己的队员打击型技能伤害量增加 40%， 使用时所有敌人晕眩3秒。哇哦，不错了哦，主动技一可以让晕眩3秒了哦。212火神速助词幻影，命中时包含防守赋予对象12秒光辉，每一秒造成攻击力 1000% 的神圣伤害，所受伤害增加 100%， 命中时对象6秒内处于目眩状态，给予伤害量减少 78%， 防御力减少 80%， 冷却时间10秒，快点跟这个写不下了哦。使用时15秒内包含自己的队员长风技能伤害量增加 60% 了哦。哇，这自己长风技能为主啊。第一个可以让打击型增加，第二个可以让长风技能增加，那第三个是不是衰技啊？当然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，好不好？这是连那个追加连锁的哦，连击啊。第一个你按一下的时候，这个战力浮空击倒都可以使用啊，4秒内套用极剑护甲。使用时12秒内自己的主动系伤害量增加 125%， 最多增加 250%， 那再按一次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，它会变成哦，重置里面31火九泉之境玻璃连击，所以你按两次你可以按三次，是不是？你按一次再追加一次，可以再按第三次。按一次，然后再按连击第二次，然后第三次它就等于重置，所以你还可以再按第三次。哇，等一下可以来试看看你哦。命中技能命中神圣状态敌人时，给予敌人攻击力 5000% 的物理伤害，跟5000%、1000%、5000%，这个趴数也太高了吧你啊！所以你要先用第一个主动技一跟主动技二，然后再发主动技三，一二三嘛，对不对？一二三三三，对不对？一二三三三，因为它是连击嘛。主动技一、主动技二，然后主动技三，然后再按一次连击三，然后再来它就冷却之间重置，所以再按一次，它可以按三次。一二三三三，那 PVP 的时候还可以使用技能时10秒内造成敌人的伤害反弹效果无法发动，那好像没什么用啊，又没有在玩 PVP 啊。再来这个就是 finish 了哦。那我也抽到了那一个，战斗卡了、啊，好不好？抽到战斗卡了。不对呢。九泉之境玻璃连击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啊，主动技三。所以这个是飞行环节技，必杀技。好，看一下预览哦。
哇，前后打蛮多的呢哦。带有神圣伤害。212我神速助词。天瑞 X。212我神速助词。幻影。哦，叫了另外一个自己出来哦。里面31火九泉之镜玻璃连击。追加。哦，原来就是这三颗球就是这样来的啊。这个是完结技啦。然后再来就是必杀技哦。必杀技有好几种诶，如果看一下好了。三神器之餐。啊有啊有啊有诶、欸。愤怒的暴风。以前看的时候都很炫，现在看的时候普通。三神器之餐 EX。啊有两个人呢、欸。好嘞，再来就是我们最新的里面31火九泉之镜玻璃，哇好多颗球啊，好那我们就来玩玩玩玩看哦。他应该可以打高一点呢。那我们可以打12阶段好了，先打12阶段好了。好的 ,12 阶段那我们就来玩一下我们这个诶等一下。这个啦，红属性格斗家增加 60%， 三神器格斗家攻击力增加 40%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配合这个打手，哎，好像按错了，哎，你怎么一直按跳出来？那原本就增加减少基地值啊，好不好？减少基地值。攻击速度增加 5%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那我们就来抓一个神乐千鹤来玩一玩。哎，怎么没有神乐千鹤？这样就可以增加200%了哦，明白哦。来哦，那我们就开打。主动技可以扣2秒啊，但是它有冷却时间。12333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应该连击可以再重置。追加，哎、欸，真的有呢、欸，哦哦哦哦哦，可打好几次哎、欸，他不止打，他可以打四次，12333，好不好？一二，两个都没了。连击可以打四次，可以按四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，可以哦，可以打最后一关哦。
一招就挂了。好，我们来选那个啦，选另外一关好了。应该可以选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可以吗？试看看哦。他没有跳出那个差距很大的那个战斗力差距很大的提示。这俩蛮漂亮的哦，穿太多了。也可以耶，按四次耶，吼！打下去可以晕眩哦。哇，他有带那个什么1000%、5000%的。那个球啊，三颗球。哦，一二三就挂了。哇，那个球会。会去找人呢、欸、哦，那个球会自己找人呢、欸，有导航的呢、欸。再来一次好了。主动技命中可以减少两秒，主动技命中可以减少两秒。真的可以哦，有减少两秒哦。诶，那我最后一个按四次可以哦。我最后一个按四次也可以减少那个 CD 值，好，没办法，因为它有那个冷却时间啦。它假如没有冷却时间的话，就比较可以用，可以直接按就可以直接减少。一二三三三，挡不住啊！可以啊。不错哦，一二三三三，应该是一二三三三三，好不好？四，他可以打四次啊，这打四次真的是蛮不错的哦。现在 CD 值根本就是谁发的快，谁就是赢家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本身自带有100%的攻击力增加，好不好？攻击力增加，红属性。好吧，三神器。那等于刚刚没有测试是那个主动技命中神圣状态时20秒内除了自己以外的队员攻击力增加 100%， 这个我就不测试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测试好像没有意义啊。要练就是要打就是用千鹤去打啊。啊，为什么要用为了什么为什么20秒内自己没办法增加 100%， 我也不知道。好吧，那主要它还是以掌风型为主啦齁，掌风型可以增加自己的攻击力50%啦，好不好？50%啦齁。那再配合它的那个技能啊齁，神圣伤害有 1000% 的神圣伤害欸。1000% 呢齁 ,1000% 神圣伤害，然后你再按连击还有 5000% 的物理伤害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么多趴啊，带有2000%的神圣伤害，再加上5000%的物理伤害，那
难怪会那么快就可以击倒对方。好，很多趴哦，我们就好好玩他，好不好？好好玩他，好吧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神乐千鹤的介绍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好，这里是李白国际频道，我是李白，那我们下次介绍格斗家见，大家拜拜。